谁最爱吃？大家默契还在。第二个问题，谁最自律？三二一。马子佳。马子佳，马子佳出来了。对，出来了。一模都是一样。对。一模一样的。衣服都一样。西装，来了。我背着你们偷偷又参与了一次。凡是这么看着他的，女凡是这么看着他的。哦。男生我感觉很男生很喜欢，会瞬间。哎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？我。俩人也没话，好像。对，聊到后面不知道聊什么了。那我们再玩一个你们熟悉的小游戏，想数字。这不就我们在天台玩的那个游戏吗？三二一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草莓。那我起个在场的 ，Melody。嗯。学习型吧。中中。陈也雄 carry 吧 ，Simon， 米达，这一季，米蝶，米蝶，一开始就，我说米达是谁呢？米蝶，不好意思兄弟，没事，再看。三年前最后一期录完，你不是喝多了吗？我有喝多吗？吐了呀，我有吐吗？必须的，我都背了你啊，对，你整个脸憋通红。我跟 Simon， 反正我们三个人拖着你，你在这里。有，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主要是他喝酒之前他装，他说他很能喝。我。然后他跟麦穗，反正就跟每个人都直接干，最后自己吐了。装失败。是。可以，左右两边选择一个异性对视十秒。哦，他这个，那我跟同座吧。哭死了！哎呀，有粉红泡泡。这个男生已经不行了，男生不行了，好甜。我的是分享一下最近的感情状况，我现在恋爱了。好啊，恭喜！我很庆幸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，我喜欢也是因为，第一，我觉得在他眼里我能看到我自己，他有一种我这个躯壳已经残破不堪了，但是我要用我剩余的热量去温暖我身边的这个人。就是我要努力的去点亮他，去温暖他，所以，然后我也是把这一份好运分享给你们所有人。哦，谢谢祝福。收下。我想感谢你，在这个小屋的乌托邦下，卸下了彼此的不安，所以真的觉得是互相治愈。还是蛮感谢，在2021年的夏天选择这一段奇妙之旅。24岁的小红现在特别开心，我们也会好好珍惜这一份友谊。希望我们小屋的9个人在各自喜欢的领域都是发光发亮的星星。祝愿大家真心遇到那个值得你爱，然后也爱你的人。祝愿你在另外一个时空玩得开心，也希望我在这个世界能够活成我想活的样子。祝福你们，就是这样啦，拜拜。友谊万岁。晚安。结束。第3个问题，谁唱歌最好听？
第四个问题，谁唱歌最难听？三二一，啊，是、哎、可以可以是，哎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再玩一个你们熟悉的小游戏，音响数字。这不就我们在天台玩的那个游戏吗？三二一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草莓。那我起个在场的 ，Melody。嗯，薛逸欣吧。钟钟，陈也雄 ，Carry 吧。Simon， 米达。这一季的。米蝶，米蝶，一开始就，我说米达是谁呢？米蝶，不好意思兄弟，没事没事，再看。Round one， 一，哎，等一下，陈彦雄，你等什么？好，现在是试玩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Round。一、那个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他俩叠了。OK， 我说一次。Round tw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六、三吧。Round three， 等一下，二。三钟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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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最后一把，互动感应，互动感应，三问，好了，你输了。小马哥，啊好，我的是，请分享自己这三年最显著的变化，我感觉就是变深沉了，是吗？面对问题，我可能会先给自己留更多的时间，让自己去冷静思考吧。对，成为了更强大的马总。对对 对， 对，成熟了。对，我的是分享一下最近的感情状况。嗯，哦、我现在恋爱了。好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我很庆幸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。我喜欢也是因为，第一，我觉得在他眼里我能看到我自己。他有一种我这个躯壳已经残破不堪了，但是我要用我剩余的热量去温暖我身边的这个人，就是我要努力的去点亮他，去温暖他。所以然后我也是把这一份好运分享给你们所有人。哦，谢谢，祝福。收下收下。那感觉还是会很不一样的，虽然这一次也会有紧张，但是这一次的紧张跟之前是不一样。之前如果就是在小屋的时候，最难度过的就是没有收到短信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当时看那个清雅没有收到短信的时候，他会一下子把我带入到我自己当时的那个状态，就是一边告诉自己哎没关系，但是的话其实这件事情还是会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落的。是我所有的经历没有好坏，但是我非常在意的是我所有经历的它的一个高峰和低值，我希望它是足够的大的，因为那个样子才会增加我生命的厚度嘛。心动信号第四季，不管我当时收获了爱情还是友情，我从来不后悔我做的任何一个决定。想跟他们学学怎么谈恋爱。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怎么搞对象。其实我很喜欢看恋综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时常找一找这种恋爱的心动的这样的感觉，
是我们生活里的那种点火石。我是 Melody 方冰涵，就是我所有的经历没有好坏，但是我非常在意的是我所有经历的它的一个高峰和低值，我希望它是足够的大的，因为那个样子才会增加我生命的厚度嘛。新浪信号第四季，不管我当时收获了爱情还是友情，我从来不后悔我做的任何一个决定。你最近有什么值得分享啊开心的事情吗？值得分享的吗？那还真的有，就是我月底准备结婚了，然后最近也在筹备婚礼当中。就是好好赚钱，好好养他吧。嗯，